Hello，睡了吗？没睡吧？睡了怎么接我电话？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很累吧？当然累啊，没有见到，我们没有见面，当然累，想你们想累了。但你们今天能过得开心就好了。我今天来呢，是跟你说晚安，但没有那么快，先哄哄你睡。跟你讲个故事。但是你知道我听说过一句话，一个电影台词说，只要你还有一个很好的故事，还有一个倾听者的话，那你的人生还不算糟糕。但是我觉得我的故事的话，就唱歌吧，唱歌就是我的故事。那你们想听什么？我有一首，许个愿，塑心间，能潜入回忆多见一面。蓝天，听见风在水面盘旋，风有海浪的语言。真可怜，那你睡吧，那我就悄悄跟你说。